这里是昆明瀑布，也叫牛栏瀑布。这个瀑布是亚洲最大的人造瀑布。这是对面楼上拍下来的。这也是楼上拍下来。这个公园十点才正式开。现在才早上9:45，还有15分到10点，所以跑去楼上花园拍拍景。瀑布的水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看见吗？前面有一个围墙，水就是从这边流下去。这个就是它的围墙，从下面看上去。这个公园很大，只能够跑一小段。我看这个瀑布要靠雨水，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瀑布我看就会停了。奇怪，上面流的水不是很快，是流下来特别。开门了，要进去里面看一看。这个围墙特别高啊，最少有20层高。现在我们在瀑布里面，其实里面的景没有外面的景漂亮。这个就是外面的景，跟里面同一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才跑到一半，风很大，打的雨伞也是淋一身，是不是外面的景比较好看？我以为里面有惊喜，像漂亮的花园啊或者什么啊，但是没有啊。那些没有进去的，你们就选对了，不然你们就变成落汤鸡。还好我跟 Maggie 借了一把雨伞。
哇哦，你看这里多么美啊！好了，去看花了。